前面有一个这个伸展台，可以让我们的媒体朋友们先捕捉一下，换一个 pose 吗？来来来，我们美美，我们今天特别找到韩国戏巨星，还有青青担当，一起来担任我们的嘉宾。等一下有很多想要听他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，我们先看郑中间好吗？先请看一下郑中间，好，再请看一下中间偏左手边。超美，今天真的超美，就是、大家都微抖微抖，对不对？微抖微抖。那你有发现莉莉在旁边在偷笑吗？来，莉莉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你可以讲英文跟中文。来，大家好，我是许绍恩 Lily Xu。脸是不是很小？我生的 ，OK， 那很可爱，是遗传到我，真的有一种仙气。对，其实是非常的兴奋跟迪奥合作，但是我今天特别紧张，比之前参加任何活动都稍微紧张一点。因为第一次跟莉莉一起吗？对，我第一，因为我一个人的话，我还可以随便乱讲话，可是因为女儿在旁边，我不能讲一些太低俗或什么之类的话，就还是要维持妈妈的那种，你知道，是妈妈的样子呀，所以就是带他来，然后我又很怕他会紧张，所以我还要有点呵护他、哦，所以心情是比较复杂的，对，就是又很想开心，你知道很想当巨星 ，you know， 可是又很想要当妈妈，就是 I'm okay，Are you okay？ 你知道就很重。对，比较复杂一点，对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，从来没有，就把第一次献给你。我平常一出去，我就是尽情的耍巨星就对了，可是今天我不能把过来一点，这样好像我就好像继母哎。